都只能说真话，另外它的准确度很高，能帮我拿一下吗，胡先生？你干什么？我吃了员工冰箱里喂了校长的酸奶。哦不，刚才小包菜让我放屁的时候，我都假装是狗放的。我有一个秘密身份，我是淘气包老狐狸，厉害的交易舞蹈家。有一次，小姑娘，武器课的规矩你是知道的。等我豹女又不是我的武器，淘气包神奇女侠，不管是你还是你的武器都失控了，课后留校。怎么了？我让你说不出话了吗？Get your kid